世间没有鬼的啊。废话嘛，他活生生的怎么是鬼呢？爹，可是前天别人说马虎在郭家破房里撞见鬼了呀。哎呀，现在你睁大眼睛亲眼看到的，你听马虎那个疯话呀。哎，这我那天是三更半夜看到他，当然吓一跳嘛。马虎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的胆子啊就跟黄豆这么大。我看你这一辈子只有在磨坊里磨磨豆子啊，做做豆腐。嗯，对，要是你跟我学杀猪那个手艺啊，恐怕你拿了刀啊，哎呦，你这手都会发抖哦。不，我娘叫我信佛，不杀生嘛。不杀生啊？呸呀！啊，那牲口要不杀来吃，那过多少年以后啊，那满街满地都是四个腿爬的猪狗牛羊啊，到那时候啊，我们这两条腿的会被那个四条腿的畜生啊关到笼子里去喽。哎，不杀生啊。哎，老屠夫啊，你不要在这唬人了。哎，我看干脆啊，把这位姑娘大家想想办法，不救救他吧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这不晓得从他哪儿来的。嗯，再说咱们也都不认识他。是啊，对不对？又非亲又非故的，我看呢这个事儿算了，别惹麻烦。爹啊，可是这位姑娘坐在这已经两天了，不吃不喝的，这样下去她会活不了多久的。哎，也是啊，你看看她一身的都是病，又没人敢靠近他。哎，你要靠近他，一碰他呀，啊，他就呲牙咧嘴的，像疯狗似的，又咬人呢。啊，哎呀，再说这，我看呢，这算了啊，我不相信了。这是我看呢，干脆啊，大家伙先把他送到安德堂药铺再说啊。好吧，药铺。哎，对，这位姑娘，我扶您起来。哎呀，我说这姑娘啊，是中过邪。哎，你看，你就不相信吗？你看看，我看她八成有邪呀。怎么办呢？真的有。那我看这样好了，我们呢，还是去找郭婆婆去。对，郭婆婆能通神，能降妖啊，这道行很高啊。我看对，这个事儿啊，只有找他。哎，对，我们去找，我们去找郭婆婆，找郭婆婆。Thank you.
闹我啊？你是瞎了眼了？嗯，你没看见郭伯伯这会儿在品茗啊？啊，品茗。我们有急事儿吗？哎呀，急什么？这会儿就算天塌下来，也不能惊动郭伯伯啊。啊。五万，哎，五万在。他们有什么事儿就说吧。是。马虎啊，伯伯开恩啊，听你说话，你快说吧。是啊，郭伯伯。啊。我们是为了，南门口街边上那位姑娘。来求您的。对哦，已经知道了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嗯，郭伯伯呀，能通神。嗯，这个城里的事儿啊，跟你们姓里头的事儿啊，哪能瞒得了郭伯伯呀？啊，是。这么说，那个姑娘到底是不是中了邪呀？嗯，对。她呀，她是被厉鬼附身。啊，要是不赶快把它除掉，把它驱出地府，那这个城市可不得了啊！将来呀，不晓得有谁要出人命啊！人命！不过嘛，幸亏你们找到了我郭婆婆。对，郭婆婆呀，她的大名啊，你们是早就知道的。是，在这方圆百里之内啊，如果说要请神驱邪的话，是没人赶上郭婆婆呀。啊，是。所以说嘛。你们如果想逃过这一个大劫呀，最好是早点啊，请郭伯伯去一趟。是，我们来呀，就是要请郭伯伯走一趟啊。对，刚才马虎跟柳大哥是特意来请郭伯伯的，是他一进门就说了，对，我看是不是请郭伯伯现在就走一趟？对。这个找我，这个郭婆婆当然是会去的啦。是。不过呢，你们总该记得郭婆婆的规矩吧？啊，规矩、什么规矩啊？请郭婆婆去开坛请神驱邪啊。总不能让郭婆婆自个儿贴老本吧？啊，我是个穷小子，不过我们可以大家伙凑一凑吧。对，刘屠夫啊，
你可不能跟我比呀！啊，是，你是富户啊！啊啊，好歹也该出一份吧？啊？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有什么？哎，有吗？哎，啊，马虎啊！我这个钱呢，也是起早摸黑，手上沾满了猪血，辛辛苦苦赚来的。这，哎呀！哎，柳督府啊，为了要救街边上那位姑娘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全家大小保个平安嘛，你就出一份嘛，就是啊，就是吧，我出一点，我出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各位乡亲，各位乡亲呢，为了要全家大小啊这个平安嘛，大家呢能凑一凑就凑一凑吧，来这些井底之蛙，孤陋寡闻，岂能亲耳闻白木吧？哼！从哪儿来的？什么白木黑木？把你的眼睛张大了，睁开眼睛看一看啊！这个城里可没有你留的余地。滚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若不走呢？郭婆婆呀，法力无边呐、啊！你若是一心执意不走啊，倒霉的可是你自己哦。对对对，好，就凭你手中的那只破葫芦，我
遍大江南北，人不惹我，我不犯人。如若你再不识抬举，可不要怪我长剑无情啊！好你个厉害的厉鬼呀、啊！不过今天你遇到了我，恐怕你就难逃了。真了不起白木大师了不起、各位乡亲啊，此地有没有没有人住的空房子啊、好让我来施展法术啊？有没有？有在哪儿？郭家老房一直空着。郭家老房那么就烦劳各位乡亲把这位姑娘抬到那儿去，让我连夜施展法术，等到明儿个一早晨，这位姑娘就可以复原了。老师啊，你真的有十成的把握？空口无凭啊！明天早晨，请各位等着瞧好。
神仙呢？真灵啊！依我看呢，白木法师就是活神仙呢。对，我告诉你啊，昨天晚上我们俩亲眼看见这个白木法师啊，真能够呼风降云呐、啊。啊，请神驱邪呀、啊，还有灵的不得了啊！这白木法师是法力无边呐、啊，心地也好啊。他知道这个灵芝姑娘是无依无靠的这个外乡人呐、啊，他就收留灵芝姑娘，照顾灵芝姑娘啊。这么好，真是幸亏呀、啊，白木法师来到咱们这儿，要不然，咱们真算是有了福喽。呸！我看是邪气。你们这是傻子，你们是有眼无珠啊！白木昨天晚上施展是障眼法。他是个骗子啊！骗子！不对吧？他如果说白木是骗人的话，那他怎么能够帮这个灵芝这个驱邪治好他呢？对，你们只是听马虎说把他治好了，谁要亲眼看呢？那个被治好的灵芝呢？对啊！说不定啊，是马虎啊，跟那个白木啊。他们两个是一伙的，串通好了来骗我们的。五万，你血口喷人！你如果说的没错的话，你拿出凭证来，你把灵芝找出来，让大伙儿瞧瞧。你这是活神仙呐、我有件事想求你。好说说啊。我那个老姑妈就是前些日子病了一场，结果我请这个郭婆婆去看了，这怎么看也好不起来啊。所以啊，我想请法师啊到我老姑妈去走一趟。至于多少银子嘛，我是一文钱也不会少啊。小事一桩，我回去。谢谢法师，谢谢法师啊。我也请您呢、啊、辛苦一趟到我们家去看看我们家的风水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家我爹那坟的风水你也给我看一看就好了。好的啊，我一一的都答应。不要急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
病。白木法师啊，真灵啊！哎，阿狗啊，冲茶呀、啊！啊，你们看，水还没滚呢，等等。白木法师，别了，白木法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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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乡亲们啊，这个白木法师现在在这儿啊，你们谁要请神呢、啊？驱邪啦、啊？这个治病看风水的，哎，赶快排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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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排队排队排队，哎，别急嘛，还要摁号了，哎，你说话赶快问呐，还。好，我说，法师啊，我家的大门啊。这风水啊，麻烦你帮我算一下。那大门。那么我问你啊，你家这个大门呐、啊，是朝东还是朝西？阿狗，朝南。阿狗，朝南。啊，朝南。方大爷，小的在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好了，快请我们家老爷到雅房去吧。啊，是。方大爷，请。哎，请。好，这个你们家里啊有几口人呐、啊？零五八八，总共七口。阿狗啊，阿狗啊，等一下啊，你等我。阿狗，我问你啊，刚才那位方大爷是什么人？啊，回话实话啊，那个。方大爷，这个我们都称他方大户，嘿嘿，他是我们这城里的首富，哎，对，几百万块的，哎，是，对。啊？哎，这法师，有什么事不对吗？刚才呀、啊，我从这个方大户的眉宇之间啊，发觉有一股妖气，妖气。我看不出两天，方大户家一定会发生祸事。对，告诉你啊，你赶快到四周再去看一看。老爷这两天的脾气不好，万一要有什么差错，你我都会遭殃的。是，我去看看，去快。哎，都怪那个什么白木法师，咱们家明明是好端端的，他偏偏要造什么谣，硬说要有祸事发生。呸！胡言乱语，老天爷该让他怎样挡疮才是。
什么事糟了？恐怕那个妖孽已经到方家去了。啊，这……如果那方家不请我去捉他，不出十天，恐怕方家的人都难逃大劫呀。老爷，这不是我胡说，这是马虎说的。嘿，方大爷，不是我信口开河存心咒人呐，这话可是白木法师昨天晚上亲口告诉我的。白木法师啊，白木法师法力无边呢，他来城里没多久，可是大伙全都知道他灵验得很。我不信啊！这方大爷，昨天晚上我跟白木法师都在那郭家破房，没到这儿来啊。可是他就算得出这里出了祸事，哎，这您不能不信呐。我就不信我们家十天之内会遭到劫难，我不请他做法，我绝不请他。啊！这方大爷也真是的，他为什么不信邪呢？哎，你就是说，就我嘴都快说破了，他就不信，他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昨天晚上方全真的遇到鬼了。啊，一点不假。今儿个我到方家，方全一把拽我到旁边呢，嘀咕了半天呢，他说胆都吓飞了。哎，照你这么说，白木法师说方家十天之内必遭劫难，这也假不了了。是啊，哎，这当然假不了了。这白木法师是活神仙呢。就说，就算白木法师有通天的本事啊，那方大户他不请他去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我们还不是只有眼睁睁看着这个方家遭横祸。白木法师，您能不能抽个空到我们家去看看柳娃呀？当然可以。只不过呢，柳娃这件事情，你要齐备50两银子先送给我。啊？要50两银子啊？这件事情我得冒冒险呐。我呢也不是胡乱的开价，而你又不是凑不出来呀。法师啊，我们实在是没有那么多呀。是没有，赶快想办法去凑啊。这太好了，人命关天，快点去吧。我哎，柳屠夫啊，我看我跟街坊邻居想想办法，我们现在走吧。好，去找人家凑凑吧。看这情形，柳娃病得不轻啊。若是去迟了，柳娃恐怕会给耽搁了。不会的，只要柳屠夫跑得快，柳娃是死不了。能不能先去
见柳花了。不行不行，可是，哎呀，不行啊。阿哥，切，那您呢？这十两银子。哎，啊，那我还能不？哎，不会了。不要紧，没事。马虎，阿哥，我凑了30两银子了。那好，我就有20两。好好。我那，快去找白木法师去。白木法师，快去啊！白木法师啊，这是凑了半天。才凑出来的50两银子，一文也不少。哦，好好好，看看啊。法师，我求求你赶紧到咱们家去救救我们家柳娃吧。是，我不去，你们把他抬到这儿来。马虎，赶帮帮忙，把柳娃抬到这儿来。好，走。醒了没有？还没有吗？法师可施了法了，施了法了。这法师不许我偷看呢，我在这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这不敢看，这个急得跟热锅上蚂蚁一样啊。是啊，谁不急呀？我只那待了半天，我就站不住了。法师说，叫我们先回去。明儿个一早啊，柳娃就好了。对，当时法师给灵芝驱邪治病的时候，也是一夜的功夫啊。没关系了，既然是这样，明天早上柳娃一定会好了。是，我信得过白木法师啊。是啊，我也信得过他呀。那就好，那就放心了。是，那早点回去歇着吧。对了，马虎啊，今儿个多亏你帮忙啊。等柳娃好了以后，我要好好的谢谢你。是，你这谢什么呢？这小事一件，哎，不用谢了。两位早点回去歇着吧，没事了，放心了，来见。真的要好了呀？好了，快再给他喝一碗。可是，哎，快快，
去。哎呀，晚上要忙的活还多着呢，快，快给他啊！是怎么说？白木法师说，柳娃的誓缘已尽，劫数难逃，这都是天意。连白木法师都没有办法救柳娃，我想那真是天意啊。是，
这是天意，天意呀，柳娃，柳娃。收他那50两银子的时候，我是存心想把他救活的。
十年，我确实够了，我只是难过寂寞，难过。像我这大年纪，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可是你不同，你是我的宝贝女儿，我心里时时刻刻牵挂的就只有你。打从你小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你立过誓，我要好好的养你、教你，教你吃好的、穿好，我要让你这一辈子无忧无虑的、快快乐乐的过。可是这些年来，做的任何事情，我都是心甘情愿去做的。我从来都没有怪过爹。爹，我只求你以后不要再骗人。我希望我们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好，林，等过些时候，别带你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，那儿有山有水，我们父女两个在那儿养养猪，养养鸡鸭，种种蔬菜，种种花果，好好的在这儿过年。哦，对，过些时候我再给你找个好婆家。嗯，爹，我不要婆家，我不要婆家，我想跟爹在一起，我想跟爹在一起。孩子，那怎么可以呢？我要跟爹在一起。这爹，我们走吧。啊，我们去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爹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。爹，现在不能走。爹，为什么？在我没有骗到房价的银子之前，还不能走。银子骗到之后，那批银子，哥哥父女两个就过一生了。林志，以后我不去喝酒了，也不去赌钱了。林志，我们需要那一批银子。林志，我可以在你面前立誓，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次了，林志。如果我们没有那批银子，以后我们的生活怎么办？怎么过日子呢？林志，相叔母，答应我，林志，真的是我最后一次了。
啊，这法师，嗯，这是不是大事不好呢？不错啊，啊，这个妖孽还很厉害啊。嗯，那啊，白木法师啊，您看该怎么办呢？这，方泉，哎，小的在，回去赶快禀明你家主。啊，今夜准备300两银子，请我去给他施法抓药。300两？300两，这么多？如果他要是不肯的话，恐怕方家的老少没有人能够活到后天哦。啊，这真的？就因为我没有去请白木法师来做法，你就吓得想逃？嗯，你就这么胆小？哼，你是既没有胆子又没有良心。啊，不是，老爷，这那下堂的阿水啊，还有老刘，他们全都先跑了，我还是走的最慢的呢。这老爷，您要骂也应该骂那些跑得快的人才是啊。我你，方泉啊，是小的在。你真的相信白木法师的话？是，我当然信了。你去找柳屠夫，叫他带2盆黑狗血。啊，另外去把阿狗跟马虎都找回来。啊，老爷要干什么？我要抓鬼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有了黑狗血，那个鬼来了，我们可以当头浇上去。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，阳气盛，任何厉鬼，哼，他也对我们无可奈何。哦，赶快去办事。啊，是，老爷。
林芝，林芝，我的腿，哦，哎呀，你腿摔断了。热点一下，热点一下，灵芝，都是我，灵芝，来，起来，我扶着你走，来，哎呀，哎呀，谁知道啊？哎，热点一下，灵芝，啊，我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哎。白木法师的，哎，灵芝，啊，你别管我，你这人快走吧。我灵芝喝好了，我白木法师，你害死了我们家女儿柳啊！我今天拼了，我跟你拼命，我今天要跟你。Thank you.